需要看相的原主，点击老师头像可私聊咨询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若是一个男人的发际线整齐，说明这样男人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有主见，能够有自己的想法。这种人在做事情的时候，一般只要是坚定的事情，他们不会轻易改变。所以如果一个男人的发际线整齐，这对他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。他们做事情有魄力，能够让领导看见自己的决心，做什么事情都比较上进，所以可以获得人的重视，在公司中受大家的尊重。这种人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，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